他受伤了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刚刚把我眼睛故意弄掉，我眼睛看不到你，当然会给你弄到流血啊。对啊，你把我眼睛拔掉，我看不到你的牙齿，我们当然会看到流血。如果拔掉的话，爸爸眼睛就看不到。对啊，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只有爸爸牙？因为我之前眼睛没有休息40秒啊，看太多手机了。爸爸以前经常看电视啊，还有玩看手机啊，眼睛就坏掉了。哦，他说我们不要是说没有戴眼镜是不是？嗯，哦，所以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戴眼镜？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你不要啦！你把眼镜拔掉，我看不到你的牙齿哦。